这就是走丛林，多难走。没水了，出去接水喝。在这从厄瓜多尔一路上去，经过了哥伦比亚、巴拿马、哥斯达黎加、尼加拉瓜，看到警察了，跑快点。然后是洪都拉斯、危地马拉、墨西哥，最后抵达美国。走雨林这几天，身上的衣服都没干过，你知道吗？要不就是出汗湿的，要不就是下雨湿的，要不就过河湿的，全是湿的。就是从地滑了爬墙过去之后，我就能够投墙。那个墙有多高？应该有6米高。那我翻墙的时候，大家一开始分歧，就都想先爬过去，因为可能担心万一警察来了，你翻过去了你就成功了。爬墙的时候，我手要松开，下雨的时候的接住，不然我就掉下去了。要掉下去会怎么样？会死掉。我们一家四口跟着大篷车走了2000，又热又累，孩子们也受苦了，就买了一辆踏板摩托车。您呢？11天跑了2400多公里。多难走，搞不好一点都掉到下面去了。看后面，全是泥巴路。刚走完丛林下来，又开始走河了。5月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消息，原来可以走路过来。然后才从推特上面到那个 Telegram 那个群，然后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。我是没有办法把我的媳妇跟孩子带过来，我也不想让他们吃苦走这条路。国内现在这几年是越来越倒退嘛，然后经过这个疫情，更让我感觉到这个国内这个没有任何的希望。我们当时有专门的跑路群，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被他们定性为反贼的这些人，有好几百人的一个群，现在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经跑出来了。我们当时决定的是从国内飞到巴哈马，然后从巴哈马再买一艘船，然后抵达佛罗里达，抵达美国，去寻求庇护嘛。因为我们一船人都是反贼。自由万岁！因为我们不知道巴哈马的一个海况，就是贸贸然就出发了，想着只要往那个方向走，到达美国就行了，就是比较鲁莽。但是一落潮，我们马上就搁浅了。当时脑子里面就是一片空白，懵了就是。然后上面风浪又大，那个船就摇摆得很厉害，有时候感觉就是船就要倒到海里头，水都能溅到船舱里面。而且当时我就很害怕，因为船上有很多小孩，然后就巴哈马的海巡就过来了。当时最害怕的就是遣返，我当时还就是给一个狱警塞过钱，我说会不会遣返，他说会遣返，然后说是，我说遣返的路线是什么，他说从巴哈马送到古巴，然后他们就不管，然后由古巴方面把我们送回中国。我当时一想，古巴和中国是一样的，都是独裁国家，我说这就完了。当时就最焦虑的就是这一段。最艰难的一段呢，就是巴拿马的热带雨林。那段热带雨林呢，非常的危险。这就是走丛林，看这路多难走。当时感觉就走不出去，非常的热，然后体力也跟不上，都是大山，而且那个脚底的泥达到那个小腿的中部，都是那么深的泥路，很难走。走了几天几夜，把袜子拧干，休息一下，就上路。那个时候很绝望，当时我跟我队友两个人因为体力的原因也跟不上了，非常渴，然后就到处找水，也没有水喝，捡树叶的水，然后吃那个人家路上扔的那些罐头，反正累是累一些，但是内心里还是有希望的，心想着这个只要这一关一过，我感觉我们就到达美国了。我们两个坐在最后面，
中国面孔，嗯，很容易被查。看到警察了，跑快点。没有，边哭边走。你有没有想到会死的呢？有，应该有。应该走不出来的话，就会死在里面。到美国了，然后美国移民局的面包车，那个座椅都是硬的，铁板的，但是还觉得特别舒服。结束了，翻墙过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美国的边防警察就过来了，他不像中国警察那样，中国警察如果说你这样去翻墙的话，他首先抓住你，他会打你，而且美国的警察这边就是很友好的那种，因为我那个身上的衣服都破了嘛。他看我因为也很累，天气很热，过来给了我一瓶冰水，所以我喝完之后他看我还渴，然后又给了我一瓶那个维生素饮料，然后就给我翻译说我们必须要把你带走。我说 OK 啊。当时想我第一首先我安全了，我感觉美国就是安全的地方，就是有那种来自内心的安全感，他有他也不是很完美的地方，但是他完美就完美在他自由，他有言论自由，他有你选择的权利，这就是我感觉到最好的一个地方。当时家里边我爸我妈都挺担心的，说你国外也不好混，你赶紧回来吧，因为他们是从来不关心政治，就感觉国内生存还是好的。其实我也挺理解他们，毕竟没出国嘛，就是笼子里边的小鸟。我出国这几年都感觉哪个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没有自由。其实我跑的念头呢，当时只是想跑出中国啊，无论如何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我都想去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内就是被喝茶嘛。这个家人在你认出来之后有没有被骚扰？有啊，我当时家里被找了四五次吧，找过我哥，找过我爸，但是我在出国的时候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出国了，我爸都不知道我出国，所以警察也无可奈何，又找了几次以后就不找了，只是告诉我哥说是让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啊，有什么困难给他们说，我说我能有什么困难，我心想我离开了中国我就是摆脱了最大的困难。我的手机刚刚一直接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号码，然后我特地用百度去查了一下，是一个公安局的号码。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。他这没到开赛之前就认为我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之前我们几乎每周都有骚扰电话，他找我们家的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来对我妈进行威胁。